Honduras, un país de 5 estrellas. Mátalas con una sobredosis de ternura. ¿Qué? 你看这么漂亮，就是水很干净，全球第二大的珊瑚礁，很多中美国的那个，而且你们那个从岸上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，可以可以，好像是一个梦想的一个画面，真的。 我们毕业旅行就会带我们小朋友去体验这个东西，哇，这么棒！所以我会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时间嘛，很深刻、很珍贵的。We share in common. Oh yeah. Oh banana. Banana. <音>台湾人很爱看那个星座嘛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你们一定要知道洪都拉斯还有中拉丁美洲嘛，因为那个星座你们知道是它的来源是哪里嘛？从哪里出来？就是蚂蚁。其实我发现了，我们生活中那生活中的那个吃法其实是很不健康的，因为我们那边是会吃很多。 很有那个汤水化合物的东西，咸的红豆，还有蛋啊，然后咸的红豆饼啊，在乡下发生的事情蛮奇妙。目前啊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啊，除了巴西之外，全拉丁美洲都是讲西班牙语酒店啊。 台湾与友邦洪都拉斯有着70多年的友好邦谊。今天我们就要带您看到来自洪都拉斯的一位朋友，他叫做费南多。来台湾将近4年了，目前走在一条演艺之路上，而他的梦想很不一样。他期盼透过自己的媒体影响力，在国际间推广台湾。